怎么又是这蛇女啊？你妈宿敌这蛇女，这蛇女玩得很好呀。继续。这个人厉害，我昨天跟他对了一把，昨天打了一天，就碰见这一个中单，玩的比较厉害。脚本是什么东西？用的什么脚本？昨天是这个蛇女吗？是的呀，昨天我看她玩的很好，进来就说了一句。真的吗？我昨天确实有一个位置需要那个复盘的。他这次就学聪明了，昨天我三级不是给他单杀了，这次就学聪明了，他在平战我就不好杀了。脚本名字吧，可能不知道，我一会儿看一下。而且他特别会耍，我觉得这个蛇女特别会耍。我如果跟他打的话，这人是真的会耍。
这把反正不能断经验。他今天技能放得很随意，哎，你这样一说就是啊，他今天技能放得好随意。有可能他今天的技能捏得好，捏得好那个啥，这一下该走了，该走了，别打别打，等你再。你看这就好笨，他昨天选中我分身，他一下子就能选中，今天感觉好笨的。对呀，他昨天老猛了，你们没见昨天，他昨天跟那个千分的王者一样，而且还没失误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最屌。这波好像有问题。